我现在就是吃我昨天吃剩下的酱本鸭，然后放在这上面，然后这个是放 iPad 的。Hello，然后今天是我画的眼线，他们都说我很妖艳，就是我用了蓝色的眼线，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欣赏不到。最近不是很流行用什么蓝色啊、白色眼线擦眼睛吗？我也想试一下。然后今天就是我收到了那个我录的音，然后调音色，然后奇怪，然后他说因为上面那个色调不一样，然后我就觉得，哎，然后现在要看电影了。大家，我叫了炒粉，我们来试一下你这个看起来充满湖南气息的炒粉。你这看是扁粉，就那种鲜辣椒味儿，还有剁椒，剁哦不是萝卜，萝卜干。我现在在试。我明天不是要公演吗？我在试这个 Cindy，这件很可爱。我其实这件是备选，但没想到穿出来还挺好看的，有一点被打动。第二件，这个像不像 Jenny 的衣服？Which one is solo 的？奇奇怪怪的，感觉有点不安全。最后一套江江，感觉这个就是适合我的衣服，这就是我的衣服。我在这一套和第一套中间纠结，应该最后还是会选这套吧。漂亮，看它闪闪嘞。就是我觉得这个活略微有一点夸张，豆豆，小小，小小，你妈妈不要你了，没关系，有我在，有姐姐在，啊，别怕啊。剩的这个不是我的，关东煮，还有这个脆骨丸，嘿，我很爱这个。
萱萱，萱萱，你去那边看，在服装那边。几点啊？萱萱，不要不要舔屁股啊！看我的脸。大家今天就是公演的日子，然后我的歌马上就要给大家听到啦。然后这个衣服也是闪闪的，对不起 ，miss。大家去拍摄 ，L T 队，我们的 Harry 的日子吧。这样像一个鸭子在走路。好可爱，下雪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百事就是可口，可口，你说，可口可乐只能冲厕所，你的头只能冲厕所，干杯！好的，哔哩哔哩干杯。大家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干杯！好漂亮啊，今天。这个拉皮的味儿，真的好漂亮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真的，不知道你咋呀？可乐吗？可乐，可口可乐吗？哇！穿搭就是这种暖暖的感觉，然后我现在已经把东西收好了，我要把这些衣服呀什么的放到我的新家里面去，然后你们看我穿的是不是很暖，因为很多手机可以暖，衣服也是，包包也是，昨天也是这个外套，它这里还可以系个蝴蝶结，然后还有我的围脖也很可爱，拜拜，拜拜Leo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终于来到了这家店，知不知道这家店要排三个小时啊？只有有耐心的人才能够排到这家店。凉粉，大家，他们家的土豆丝真的很优秀，一定要来吃，真的很便宜。好努力的一个女的，这样真的会瘦吗？你觉得呢？她刚刚吃完饭，然后她觉得自己胖了，然后她就在街边运动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想收到很多垃圾袋，这都是你们对我满满的爱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大的投影，还有一个，我还以为它是一个 WiFi 器呢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它叫什么门推，然后是一个看起来长得很丑的小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买这个东西，感觉是我也不会买的东西，哈哈，可是他的脸是这边的，这就有弊端呢，你只能这样子，你这样子有什么用？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是出去拍生写的日子，脸有一点微肿，但是还好。最近我在认真减肥，也没有很认真，就是有一点认真，比以前认真了一点。对，加油，快进！这个毛毛的手机壳真的很可爱，软妹值得拥有。如果不是软妹，更值得拥有。这个裤子很好看，你看它这个设计很特别，对对，这个很性感哦哈。
don't know what I need. Think I just need it on my system. I feel I'm barely on my feet, and already I've gotta get there. Well, I would hate to see it all fall down and turn to dust, cause I feel I've only just begun, and I need it in a way I can't explain. Yeah, yeah, yeah. I care, I know it's not enough. You only come round when I am fucked up, to hold my weight and forget yours. And you say 我今天终于吃到我很想吃的炸鸡了，就是那个我之前在韩国吃的很好吃的那个叫孝村炸鸡，但他现在只给我送来了一半，那还有炸鸡没送过来，就是说，但是我依然很幸福。